团联手阻挡国会扩权法政院复议案，复院民进党团6月26日将正式申请释宪，暂时处分。立法院以及行政院乃至于监察院都会提出释宪，违宪乱政会影响到每一个人。我们尊重这个申请的这些的理由。秉持行政中立，法务部长仅表示尊重，但蓝白党团第一时间在立院反击。好斗诚信的赖清德总统，人民难道没有吃的权利吗？台湾已经进入一个集权的一个君主专制的政权吗？赖清德总统过去违法违宪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在大法官、宪法法庭结果出来以前，要大家不要施行。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，你提出这样子要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？国民党司法委员会赵伟、吴宗宪评估，最终结论可能是部分违宪。事件战场大法官角色重要，再也先埋不信任伏笔。顶多是他被大法官认定一部违宪，所以这个前提是在我们如果认为大法官受政治力介入的情况下，已经跳脱逻辑，而且是跳痛的思考跳跃的模式啊，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脑子应该是不会去信这个话。大法官是宪法的守门人，不是绿色的看门狗。要杯葛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，国民党最大，立委最大，他们都比大法官还大吗？若进入宪法法庭辩论，黄国昌自动请缨，蓝委法学专家吴宗宪、翁小林被点名，民进党团则交给专业。我们基于申请人一定会参加，另外还有三位这个律师代表。国会扩权法战场延烧，复议案后的释宪战朝野互不相让。三十分钟前，我们选 S 小组台报道。